连环炮。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时事炮。李芳，我们的蓉蓉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这个问题有点艰深啊。礼拜五嘛。我是说几月几号？12月18号。那得好好，10月18号。那明天是什么日子呢？好笨呢，12月19礼拜六啊，这还要问？放假，礼拜六放假，可以去郊游、烤肉。哎呀，我给你们啪擦两个巴掌。对，还有一根花露水。哎呦，哦，你知道为什么政府要放你们的假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还好意思问为什么？明天是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的投票日。陶大哥早说嘛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所以我们在这儿啊，提醒所有这个全国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对，明天千万不要忘了投下您神圣的一票。讲到选举呢，这我就要想到前一阵子在选举的时候，好多人都在大肆办那个流水席，这个在闽南语上应该叫做板斗。这不叫板斗，这个叫做外汇。外汇，讲到外汇我就知道。哎，你知道中华民国外汇高居世界第一名，800多亿，了不起的成就。外汇，你把脸看着前方，我啪嗒的一个空档就是板凳，打我，打昏你。我跟你讲，这有句俗话说得好，这个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，这种饭呢不吃也罢，不吃也罢。对了，可是不吃的话，我又要拿我的钱。我给你啪嗒一个巴掌，背着说下去，没完没了的。哎，待会儿呢，我们看我们的时事炮，吃完我们的这个板豆之后呢，就明天别忘了去投票。我说错了，我自己打自己啊，刚刚打你们不应该，我自己打自己，我很用力，这么轻啊，还吃板豆？鸡腿拔掉，属鸡的永远就走不掉。我们老爷子呢，就永远呢在我们这边呢，每一年都来过生日，一贯的为动力。堂主啊，各位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时事炮。今天的一邹大事，我们要跟您邹些什么呢？近来办桌板斗的风气非常的盛行，所谓的办桌就是外汇，不论是婚丧喜庆，您都可以在大街小巷的马路当中看到有人搭起了一个帆布棚，然后就在里头请起客来了。有的甚至一请就是300-500桌的流水席，希望能够借此招来人潮，增加热闹的气氛。好，这个就有点夸张了。板豆半桌一办300-500席，那吓死人，那要花多少钱呢？太浪费了。可这钱本来就该花，不花怎么会有气派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呦，我们今天就请到，听说是受害者，不是啊，见证人，板豆的见证，就很多这一方面的经验，曾经参加过很多板豆的这个高胜美，谢谢。对，在他提出这个他自己的一些所见所闻之前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的一个最终的发展，好不好？好。根据业者的表示，半桌一桌的价钱大概在3500块钱左右。像现在年底二届立委马上就要选举了，很多的候选人一次就办个300桌，那就要花100万块钱。但是和大饭店里面一桌7000块的价位相比，还是算是便宜的了。所以仍然有很多的候选人愿意选择半桌的方式来办他的选举饭。至于半桌除了便宜之外，还有哪些的优缺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时事炮为您做的现场报道。欢迎各位光临哈！今天是我老爸60岁大寿，不好意思，各位百忙之中还特别赶过来哈。不对啊，你老爸上个礼拜才庆祝过这个60大寿，今天又庆祝啊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上个礼拜是他农历60岁，今天是国历的了啊！来，不要客气。破胎，所以花点时间的。你邱大师干的什么要出彩啊？我给他洗手啊，是是是。哎，哪里过来？洗菜。洗菜。来，马上上菜哦！我跟你讲，第一道菜最好吃的清蒸黄鱼。哎，老板来，一五七不哈？开玩笑，我你好，你看，你不看有这事啊？我你看。七月啊，七月。好，你真货塞不出来。
你听话嘛，你听话嘛。哦，这边哦，存在酒席弄假牙。那那牙那啦，我多啊，泡泡炸的来装逼啊，没有冰箱啊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很快就坏掉啦。别闹别闹，我去，你过来，哎，陈慧跟我，糖醋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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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就是特别为寿星工作的啦。哎，你们知道，哎，这个堂主，看得要洗，看得要干呢，特别的哦。特别的。耶，对对对。好，慢吃慢吃了，好，慢用慢用。天都是鱼，来来来，我老爸爱吃鱼的。得讲，讲得讲哟。拖走，拖走，拖走，拖走。你来哈。阿金哦。妈哟。吼，快去吃饭了。OK， 起菜吧，起菜吧。来，起菜，切菜，切菜。有没有？对呀，啊，怎么知道是外国腔？啊，那个闹鬼！你搞搞啊，快点！我跟你讲过，最近这边在施工，有很多卡车开来开去，还有公车改道都跑这边，叫你小心一点，弄成这个样子。啊，都一拿捏的，我走啊，不去了，上菜上菜，卖菜。交代交代交代，哎呦，做事情你要负点责任的。这上面还有一点轮胎，你来提，要不然给你跨掉。我边做啊。边做，我给你拿过来哈，然后在一起，然后这个。沙拉挤挤挤挤挤挤，啊没有啊，送个沙拉回家去。哎哎哎，当嘞，道具没有排上去，人家怎么知道是吃龙虾还是吃什么蛙菇啊？等一下，开龙虾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人家龙虾一整只，你的怎么烂成这个样子啊？他的蛙菇，他的翘的，他的道具。哇，来运动啊！这个是哦，有典故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老爷子过生日，对不对？老爷子呢，年纪大了，牙齿有点问题嘛，对不对？特别把它剁碎，让我们老爷子好好的吃一碗。哎，这里，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这这么大的一个黑色颗粒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那个。东西红灰色。哎，那是胡椒，黑胡椒，印尼进口的，好吃好吃。来，葫芦东来，做比方说。你白转来！哎呦，大哥，你直接冲啥啦？不是，头哥，你不知道，你西高啊，把那个鸡的那个腿咬掉一只啊！哦，我怎么继续演龙爪，他的龙爪在下街了，过没好水，街都用嘎嘎去啊！头哥，这边不要落啦！啊，真正存一支哦！哎呀，我看哦，另外一支给我放起来，我来接。头哥，不是这样子，一只鸡没有两只腿啊，这样子不是很一下被看出来？我重新。啊！我今天你在做这个，看我，来来，看一下你，看一下你，阿来呀，上机了啊，吃鸡鸡鸡哦，吃鸡鸡鸡。哎，老板，这个鸡怎么没有鸡腿啊？你来，我们欧北讲哦，这真的是有典故的哦。这个鸡呢，我们老爷子属鸡嘛，把鸡腿拔掉，属鸡的永远就走不掉。我们老爷子呢，就永远呢在我们这边呢，每一年都来过生日，一贯的为动力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！喝酒生日快乐，老爷子！哎呦，我先干回去，先干回去。好，先干。加菜，加菜，加菜哦！好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安装，安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透懂啊啦！哎，我感觉哦，我应该去做多诶，做朋友较多，我不能再做工作，人家赶快。旁边老婆。哎，我那讲，我那讲哦。哎，老板，汤好了。汤好了。哎哎哎，安怎？要袂歹啊，我饲过啊。哎呦，你袂使我袂饲诶，万一你有传染病，传染怎么办呢？啊，无我哪会知？有够咸嘛，无够咸嘛。好啦，螃蟹，螃蟹，来，汤来了，汤来了，汤来了，来，小刚刷钱，小刚刷钱，来来来，汤来了，汤来了。哎，这差不多哦，熊龟出来哦，哎，鱼汤哦，你等一下把那罐头开一开哦，那冰块放一放哈。可以哈，可以哈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那哎，拍谁哈？哎，看一下哈，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哈？啊，哎呦，这个。正经的啦，不是讲变精的啦。我做总铺十几年，我看过讲哦，这马啊，有啥叫你高追？这马哦，好食哈，好白糯香哦。哎，老板呐，你每一道菜上来都有问题，而且每一个问题你都有一个借口。我们啊，就故意放一个橡皮蟑螂到汤里面去，看看你还有没有借口啊。哦哦，口香糖哎，我袂歹。不行啊，每一道菜的问题叫我们会吃坏肚子的，那怎么做呢？这别别别别别，来，等等等等，听我小讲一下嘛，你嘛小体谅一下。
我一弄，我们一大早了，很早就到大市场去买菜了啦。阿林哦，去多加点三千块了啦。你可别吃大龙虾啦，别吃鱼啦啦。要出鸡汤这么多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啊，哎，老板，你们不知道，还有这么冷的天，我们每天洗菜洗的手都破掉了。哎，还有，旁边那个挖那个捷运啊，那个风沙很大，这菜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沙粒啦。说集齐嘛。还有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上班人家我们小胖。 被淹过，咬掉那个鸡腿啊，还有说不定呢，还会变成臭豆呢。对对对，真的。老板，我知道你们板豆很辛苦啦，就是真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哦，今天是我老爸的意思啊，他说板豆可以怀念以前那种气氛呢。哎呀，那种感觉有多好嘛，对不对？一样嘛，菜好吃啦，所有亲友都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老爷留下来，我来，来，赶快敬一下老爷子。 并不是每一次的饭桌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，但是下一次您还敢去吃吗？这些问题到底应该由业者来负责呢，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加以改善呢？中国人谈事情难道就一定要在饭桌上吗？现在我们要郑重的给您一个良心的建议，那就是婚丧喜庆别铺张，卫生简单最健康。今天我们的时事泡就为您播报到此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板豆板成这个样子哦，真的是吓死人了啦！这样子谁敢去板豆啊？好像短剧演得太夸张了啦！是夸张吗？我是不知道了，但是我是对这个短剧里头那个顺子他们做这个鱼啊，清蒸变成糖醋，特别的鱼给特别的你，不晓得高胜美哦，参加过很多次板豆嘛，有这样的经验，是常吃到糖醋鱼。 对我常常吃到，那是有真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有点类似，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有那么夸张，那我就不晓得。那你参加过这么多板豆，有这么多的经验，那你是觉得为什么板豆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喜欢做这样的婚丧喜庆要板豆？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便宜嘛，啊便宜，对便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修个短袜这样子，又可以跟好几个约几个好友。 就要旁边喝酒啊，这样又可以怎么讲？很热闹的人家，你爱怎么讲话爱怎么大声都没有关系。可是，在西餐厅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说在店里面的话，会比较这样的活动，对，就比较可能没有那么夸张，讲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大声。难怪我常常都会吃到一些什么糖醋什么东西的。他有时吃板豆，如果看到这糖醋的，就要小心，那我就不敢吃了。好在直接略过。不过你参加这么多的这个板豆的话，是不是有的时候吃起来自己也觉得？ 触目惊心，除了这个卫生的条件之外，好像对别人这个经过的人好像也会这样，没事饿瞪眼，对不对？因为可能阻碍了交通嘛。可能这倒是真的。那有的时候他会在路边的旁边这样子，这样去板豆啊这样。那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，有时候他们那个厨师在就在后面他们煮啊煮啊，反正他们煮好就放到水桶。我想你都应该都知道，就是一个桶一个这样。那有时候苍蝇好像在。 我苍蝇在里面可以，嗨，哦，真的这样子啊？哦，这有点恐怖。不过高正美除了是自己是亲自去吃，一定是参加过板豆，但是你是不是也常接受人家邀请去唱？也是常常。不过每次叫我去吃，我绝对不会吃的。光唱就好，绝对不要亲自品尝。对呀。那你在参加过这么多次的经验，有没有什么比较难能可贵、记忆很深刻的那些所见所闻？哎，有啊，有时候碰到就是比较怎么讲？ 可能是他们很开心啊，那他们会喝酒，喝的都已经不知道人啦。那有的时候就一直给我点歌，就会给你点不完这样子。啊，有的甚至他会一直很想跟你唱歌，然后就会上台，非要跟你合唱不可。好了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既然你一直很想唱，大家都这么开心。 好了，那我就请他跟我一起合唱，他就一直唱不完不下去，怎么办？对呀，明明就是我高胜美在台上唱，一直要上来跟我对口唱，对你爱。这是谁的歌？我不知道，不是你唱。哦，一直都搞不太清楚。我怎么会当歌星呢？还有，不过有这么多的经验，我不晓得高胜美在最后是不是要告诉大家哦，就是你参加板豆，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喜悦的地方在哪？那其实板豆是有个好处，就是。 我觉得台下的人会比较亲切感，对，那比较不会说觉得好像很严肃啊，这样还是进来是买票的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像他们的话就是比较亲切。
就是说就可能是面对面的关系嘛，那比较没有什么约束啊。哦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板豆就这样哎拉近了，所以这个板豆其实也是有它的好处在，所以有它存在的价值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时事报邀请到高胜美来参加，谢谢，非常谢谢。快乐太少不回头的担心你到，哎哎哎，小陈，我叫小英。哎，小英，对，小英，对，小英，名字怎么写？哎，写一下，写一下。我姓英，叫以胜，英以胜。哎，英以胜，小胜，我叫你小胜嘛，怎么就是现在叫小英了？来来来来，我下个礼拜结婚。哎，你结婚了？哎，对对，恭喜你啊！哎呦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啊！对对对，先生。不认识吧？不认识，怎么会不认识呢？上次那个徐州宇结婚，我们俩还坐同一桌，你忘了？有吗？我还敬了你三杯啊！真的？哎哎，一定要来啊！一定要来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你要不来就不够意思。那我翻脸了啊！一定要来！我走了走了。喂喂，那您请啊？这谁呀？哟，连人家姓什么都搞不清楚，就给你一张帖子，分明打秋风嘛！不是嘛？这一个人有这么多的朋友，难免会搞不清楚啊。而且现在人啊有太多的朋友啊，那这趁着结婚的时候啊，发发帖子啊，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联络联络，蛮好的。哦，就是那种给他一个结婚的祝福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讲的真是太好听了，根本就是给你一张红帖子，我收你一个红包，要 A 钱。哎呀，朋友这么多，平常都没有时间聚嘛，把大家聚集在一起，不但是祝福新人啊，还可以让大家好好的谈谈心，做做朋友。我觉得很好啊，聚聚谈谈心，嗯，干嘛？我告诉你，结婚的时候三五百个人在那礼堂围着十几张桌子吃饭喝酒，那能谈心，那能聚聚啊？再说平常三五年不联络，一联络给你一张帖子，你这什么心态？我觉得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大家平常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是没有机会聚嘛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理由，又可以祝福新人，我觉得是两全其美，一举数得。管你两全其美，我一举数得你的头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做佛价钱也太昂贵了吧？干什么东西啊？给一张帖子，收你一个红包，大捞一笔啊。嗯，这就是你胡思乱想了。人家请客不一定要赚钱，也不一定会赚钱的。怎么会是不赚钱呢？再不然我包个礼金，他干嘛在那礼金簿上记得一清二楚？以金钱来论友情嘛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自己口袋里没有钱，穷酸。你没有钱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借你钱就是了嘛。干嘛那么忌讳人家请客，那么害怕人家请客？请客是好事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哎，对对对，真的好。我似的啊，你喜欢红色炸弹是不是？我就没事一个月，我给你个十几二十三，你慢慢接。你说什么嘛？我你能抱怨？我要我就接。真是神圣伟大，我服你，我再给你，你来呀，我服你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这些帖子要都发完的话，来个八成，最少要缺个五十万哦。哎，老杨，老杨，哎，七位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哎，刚好，刚好，我下个礼拜结婚，我是礼拜出国，下礼拜几出国？礼拜三，我是礼拜天结婚，我礼拜天我出差，哎，我延到礼拜一，礼拜一我小孩出麻疹，我延到礼拜二，礼拜二我出病，你打什么秋风啊？你收怕了，收风了。出国，出差，出麻疹。